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想到一个唱歌的概念，和大家分享一下。咱们中国人说“站如松，坐如钟，行如风，卧如弓”。唱歌其实也要求站如松，坐如钟。比如说，我弓着坐着啊，弯着腰坐着，唱歌就会不一样。大森林的早晨。如果我坐如钟，你看钟的声音是多么洪亮啊！坐好，坐如钟。大森林的早晨多么美，多么美。那个感觉可能是不一样的，不妨你去尝试一下，坐如钟这样的姿势来唱歌，或者是随便。啊，歪着唱歌，看看是不是不一样的感觉。